王安石变法推行新政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执行不到位产生的弊端也逐步显现。为此，司马光屡次上书批评，可在神宗的支持下，变法依旧向前推进，他被晾在了一边。面对这种情况，司马光竟然方向一转，一连给对方写了三封书信，想直接说服王安石主动放弃变法。那么当司马光直接找上王安石，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交锋？性格都很强硬，对自己的立场又非常坚持的两个人，最后会闹到怎样的境地？法律讲堂文史版特邀学者杨吉为您讲述王安石变法第八集，司马光的三封来信。北宋神宗执政初期，国内矛盾尖锐，边境战事不断，大宋江山危机四伏。神宗求变，为何会选中王安石主持变法？新法颁布，招来贵族、地主阻挠，以及司马光等大臣的极力反对。是单纯的政见不同，还是利益作祟？王安石屡遭弹劾，两次罢相，经历了怎样的辛酸？宋神宗由极度信任王安石到同意其辞职归隐，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八年的变革给北宋带来怎样的变化？变法的是非功过又该如何评说？学者杨吉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安石变法，敬请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法律讲堂。上一讲啊，我们讲到由于青苗法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使得啊这个地方官员强行摊派，权力寻租，宗保私囊，弄得百姓呢是苦不堪言，怨声载道。这就给啊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抓到了把柄，他们啊群起反攻，向宋神宗上书要求废止青苗法，同时呢希望将王安石给我贬官外放。无奈啊，神宗呢考虑将威望颇高的司马光调任为枢密院担任副使，其实就等于搞平衡，缓和反对派的情绪，这才能让变法得以继续。但王安石坚决不答应，甚至拿出了他的惯有的把戏，就是有他没我的态度来，表示只要司马光入选了变法班子的话，他就撂挑子不干了。与此同时呢，司马光也逼迫神宗做出选择，他主动求见宋神宗，说自己呢在朝廷反正是派不上大用场了，再待下去啊也没什么意思，因此呢请求外放到地方上去任官。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人啊是又杠上了，神宗觉得呀，在这个变法的过程中想一碗水再端平那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干脆呢就采取果断的措施，让反对变法的人走远一点，为王安石扫清障碍，让他有真正施展拳脚的空间。随后呢开始了一系列的人事罢免，但是对于司马光的请辞啊，神宗皇帝是没有答应，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啊可以从《宋史·神宗本纪》的一段材料中来读出其中的端倪，那是宋神宗和司马光的一段对话，时间发生在熙宁的三年，也就是公元1070年的八月初八。当时啊，司马光决心离开京城，宋神宗就问了：“我怎么能把你外放呢？我还要想着要任命你做枢密院的副使呢。”司马光委婉地拒绝道：“我现在这个职位我都不想干了，更何况是你把我提拔为枢密院的副使呢？”神宗接着问道：“这是为什么原因呢？”司马光回答说：“我是不敢留在这里了。”神宗听完啊，沉思了一会儿，说：“王安石向来跟你关系还是不错的，你何必多加揣测和猜疑呢？”司马光说：“说到我和王安石的关系啊，我们原本是好的，但是王安石这个人啊，自从执行变法以来啊，
抵触很多。如今有和王安石意见不合的人，王安石是完全不顾交情，想尽一切方法让他们离开朝廷。还有不少人，王安石呢要用到他们的时候呢，就举荐他们说这样好那样好，不要用的时候呢又诋毁他，此一时彼一时。为什么同一个人王安石会前后不一致呢？神宗解释说，这说明王安石这个人很好呀，就事论事，从来不偏袒包庇任何人。况且了，青苗法执行到现在也已经有些显著成效了嘛。司马光回了一句，众所周知，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这只是王安石一派的人自以为是的结果。从以上这段君臣对话来看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这么几个信息。第一，宋神宗对于司马光还是比较尊重和认可的，尤其是司马光在朝廷的威望和自身的能力，是道德君子，是文人士大夫的佼佼者。宋神宗是希望用人所长的。第二，对比而言啊，在变法的事情上，神宗完全信任和依赖王安石。神宗一度是把王安石视作是自己变法图强的代言人的职业经理人的。第三，司马光所以请求要到地方上去做官，是司马光预感到了一种必然性。司马光大概认为啊，与其最后遭到攻击被迫离开，不如趁早自请离开。总之，司马光在一帮自己的盟友被相继的撤换、贬官、外放后啊，而自己呢又暂时不能如愿的离开，他是很郁闷的，心情是非常的低落。但是作为一名忧国忧民的士大夫、谦谦君子，司马光并不是在意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失，他担忧的是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前途。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担心呢？司马光三番五次上书朝廷批评新政，仅仅是因为青苗法等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强行摊派、私自加息的弊端吗？弊端虽然有，可是新法实施以来，在有些方面还是有出色的表现，至少为朝廷解决了财政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还坚决反对变法，是何原因？为官多年的他到底从这些弊端中看出了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得从利益格局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自新法推出以来，它究竟触动了哪些既得利益者，以及受影响的是哪方面？我们不妨再拿利益分析法再来看看一个具体的个案，就是青苗法。王安石原本把制度设计得挺好的，该考虑的地方也都考虑了，可是在执行中啊，就是出现了不少问题。第一，这种国家贷款损害了大地主和一些商人放高利贷者的利益，你国家一放高利贷，我民间放高利贷的生意就没了。第二，不少地方的官员为了政绩，强迫那些有经济能力无需借贷的家庭去贷款，完全不顾王安石之前所特别加的规定，叫做禁配役。这样一来，就损害了这些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中产家庭的利益了。第三，真正需要资金周转的那么个贫困户们呢，根本贷不到钱，因此就埋怨说青苗法啊是骗人的，它是政府骗我们老百姓的把戏。第四，整个青苗法啊，贷款手续很复杂，需要填写这样那样的表格，有文化的还能应付，你没文化的，你这些表格怎么办呢？如果找人来代写，那么别人还得收佣金，那么所以有人就埋怨了，说青苗法啊，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好处，我反而还增加了我的负担，说难听点啊，远没有民间高利贷来的方便省事。民间高利贷都不用填表格，缺钱了就问高利贷主借钱就得了。这样看下来，青苗法给人的印象
就是只有国家是真金白银的赚到钱了，而老百姓的实际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不少人暗地里啊都在埋怨，说你王安石啊，你不就是在坑人吗？说到这里，我们就大体能明白，变法的根源啊是根源自帝国财政的穷困，但变法呢又必须搅动整个存在百年的利益格局，因此相互斗争博弈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王安石的变法派还是司马光的保守派，他们所追求的都不是纯粹的个人利益，也是跟私人恩怨是无关的。他们虽然观点立场不同，但都是站在忧国忧民、关心江山社稷和民间疾苦的层面上的，他们是一种大公益，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区别的只是每个人的方法论和切入点不同而已。虽然让国家富强、百姓安居的初衷是一样的，但王安石和司马光却选择了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也就注定了他们将站立在对立的两端。所以当司马光眼见自己被皇帝晾在一边，想去地方不行，在朝廷说话没人听，于是干脆给王安石写起了信，而且一连就写了三封。他这三封信里究竟写了什么？难道是想直接劝说王安石停止变法吗？王安石看到这三封信又会如何回应？杨吉继续为您讲述王安石变法第八集，司马光的三封来信。熙宁三年2月26日，司马光决定先礼后兵，用书信的形式啊，把他的想法和担忧告诉给文坛上的知己、政治上的对手王安石来听。这封信叫做《与王介甫书》，介甫啊是王安石的字。这封信呢全文有4000多字，基本上在我们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司马光的一生中这么长篇幅的信那并不是很多的。在信的开篇，司马光先摆明自己的身份，说跟王安石是朋友，这样写的好处啊在于给对方有一种亲近感，以便于接下来的劝说。紧接着呢，司马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指出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急于求成，太过自信了，导致理想和现实两层皮，造成实际执行中事与愿违。然后呢，再从理论的高度声明圣人之意和为政之道，强调呢，新法呢是违离了正道，实践上是无可行性可言的，暗示就是你王安石的变法，你失败一定是必然的。在书信的结束部分啊，经过前文的充分的铺垫论证，司马光建议撤销条例司，停止变法，把现在的局面恢复到以前那样。我们注意到啊，司马光是熟知王安石这个人倔强偏执，很难听进去别人的劝告的，所以整篇书信的语言啊，司马光都是比较低调谦恭的姿态的，是一个好朋友相劝的口吻来写的。虽然司马光知道要改变王安石的主意是比登天还难，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啊，王安石在收到这封信后的态度和举动让司马光很没面子。原来读了司马光的第一封信后啊，王安石既不高兴，当然也不认同了，更谈不上虚心改正了。但是出于礼节呢，他回了一封短信，大概百来次，没有就司马光的意见啊做出实质性的答复。司马光用尽心思的写了4000多字，而王安石只用了100个字左右来回复，并且没有针对司马光提出的问题做出正面答复，这摆明了是不屑与司马光对话。要是一般人接到这样的回信，恐怕再不会给王安石写信，何必自找没趣呢？可司马光不是一般人，在接到回信后不久就又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
那么这封信中他又会写些什么？王安石还会像上次一样，面对司马光苦口婆心的劝说，只用短短的几行字就作为回信吗？司马光啊，他有种超强的隐忍坚韧的性格，不屈不挠，他就是不气馁。于是在熙宁三年的3月3日那天，他又写了一封信，叫做与王介甫第二书，第二封信了。这回啊，只有211个字，核心的观点就是进一步阐明青苗法的不当之处。这次王安石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写了一封信，就司马光第一次来信中所提出的这种种种质疑问题和司马光的逻辑论证啊，系统的做了答复。这封信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答司马简易书》。在这封回信中啊，王安石反驳的方法是比较的巧妙，他把司马光的观点归纳为清官绅士真吏聚简以致天下愿谤也。这短短的15个字，从5个方面牢牢扣住对方的论点来展开反驳。我们先说清官。司马光认为新政的条理司啊，架空了原有的官僚机构，原先各部门官员好好的各司其职，你条理司一出来倒好啊，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权力边界给打乱了，侵害了其他官员的原本的职权，同时呢，这个部门之间山头林立啊，组织离散，很容易出现互相踢皮球这些等问题。而关于这一点，王安石的辩护是这样的：条例司是受皇命而为的，一切合法合规和程序，这不能说是侵夺官权。我们接着说绅士。司马光指责王安石啊，频频颁布新法，全国统一实施，地方官员呢，往往是为了完成任务，会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最终呢，弄得天下大乱，是无故的造出事端来。对此呢，王安石回复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遵循先王治国的理念，新吏除弊，为的是国富兵强，百姓安居乐业，你怎么能说我是在惹是生非呢？然后我们再说真吏。司马光指出啊，王安石的新法势必侵犯文官制度、地主阶层和商人阶层的利益，会动摇国家的根基，而且你想方设法的理财，最后沦为了国家和老百姓在争利。对于这一说法，王安石不认同，他说天下理财，这不能说是与民争利。再说聚简，司马光知道在祖宗之法里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之人，也就是说检官尚书直言有失论事，他是免责的。可你王安石倒好，一上台啊，凡是反对变法的人通通打小报告，说他们是小人，还建议宋神宗给予惩处，你这是对言路的阻塞啊，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王安石看到以后呢，又反驳说，积极的谏言、献计献策和谬论邪说那是两码子事，对的意见我王安石自然是会听取的，不对的也可以是不理会的。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辩论王安石是有点狡辩的意思的。除了反驳，王安石在这封信中还有立论，他说啊，现在的问题使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士大夫们大多数都不顾国家大事，以符合世俗的观念和谄媚来讨好为本领，皇上呢本身就要改变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我只不过作为大臣是尽了绵薄之力来效忠皇帝，如果你司马光责备我能力不足，没能帮得上皇上成就宏图伟业，实现国家富强呢，那么我王安石也就认了。如果你说现在什么事情都不去做，墨守成规，老是拿着祖宗之法来说事，那我王安石也是不会太理会你的。王安石的意思啊，是再明白不过了，司马光，你的观点和我的是根本是不统一的，你就省省心，不要再写信来烦我了。
就在王安石回信后没多久，司马光呢再次的毫不气馁的写了第三封信，与王介甫第三书，全文呢473个字。这封信呢跟前两封信观点基本雷同，除了对王安石反驳的反驳之外，他还谈到了这个司马光这个无可奈何的失望。但对于这封信啊，王安石再也没回复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如果王安石再回信的话，指不定司马光又会来第四封信、第五封信、第六封信，那么两个人因不同政见所导致的争执啊，就会无穷无尽下去，两个人什么事情都不要干了，你一分我一分。所以王安石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沉默是金。司马光主动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书信，劝说他停止变法，哪成想话不投机，他们二人本就剑拔弩张的关系因为这次的事情变得更加恶劣。有句话说得好，敬酒不吃吃罚酒，先礼再后兵。司马光见主动书信沟通宣告失败，先礼不成，于是很快就展开了后兵的行动。那么在王安石这里面子尽失的司马光此时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王安石面对保守派的出招又该如何应对？杨吉继续为您讲述王安石变法第八集，司马光的三封来信。变法是仍在继续，而且呢这个变法在全国范围啊是逐步的铺开。有句话说得好啊，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先礼再后兵。既然你司马光这个主动写书信沟通的方式失败了，先礼不成，那么就得试试后兵了。那么司马光又会怎么做呢？原来啊，就在司马光坚决请求外放之时啊，这个时间是在西宁的3年的春天，朝廷中啊开始流传出一种说法，说是王安石啊为了表达变法的决心和破釜沉舟的勇气，喊出了三句口号，叫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简称三不足。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说啊，只要能实现改革，不怕天道的改变，不用祖宗的家法，不管社会的舆论。各位啊，这三不足这就简直是改朝换代式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的口号啊。为此司马光呢在主持当时的公务员考试的时候啊，就专门针对这个三不足出了一道我们现在所说公务员的申论题，就是论三不足的对与错。这件事情啊很快传到了宋神宗的耳朵里，这让年轻皇帝大吃一惊，什么三不足，连天道祖宗都不要了，这还了得？于是神宗赶紧把王安石找来询问详情。王安石听到后啊也被问得莫名其妙，说自己也没有听说过什么三不足的言论，那么这个三不足的传言又是怎么来的呢？这背后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参考了不少的历史文献，包括我们后来学者所研究的论文，基本上倾向性的观点是什么呢？我认为三不足这一定不是王安石说的，但极有可能是司马光等这一派别的人故意捏造的。理由大致以下几点。第一，基于现在的史料，在王安石变法前后的言情中完全找不到三不足这一类的词句。第二，北宋中期啊，社会存在着浓厚的敬天之威的思想意识，崇尚祖宗之法，盛行广开言路的政治文化环境。那么王安石呢，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王安石是不可能提出根本否定北宋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个三不足的这个论调的。第三，早在王安石写给前朝皇帝宋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啊，他就开宗明义的说过，在改革的过程中
对待祖宗之法不能照搬照抄，要取其精华，要符合时宜，要因地制宜，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跟祖宗不祖法完全是两码事。那么既然三不足不是王安石说的，那又会是谁搞的鬼呢？在已有的文献中啊，我们不得不说司马光的那道试题是最早有关三不足的版本，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极有可能是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加以利用，以丑化和攻击王安石的改革派的。如今面对保守派的无中生有，捏造谣言的这个陷害，王安石究竟该如何应对呢？司马光能顺利地阻止变法吗？还有司马光本人多次请辞，最终结果究竟是去还是留呢？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司马光借主持科举考试的机会在试题中攻击变法，却被王安石轻松化解。一个群体事件的发生不仅让王安石感到不安，而且动摇了神宗皇帝变法的信心。明天同一时间，系列节目《王安石变法》，学者杨吉为您讲述第九集，出乱子了。